炒发酵榨米粉，宜春本地的炒米粉方法，腊肉香。蒸本地腊肉，腊肉的品质决定一切，连吃三大款。炒嫩腌笋丝，自宜春明月山，脆嫩香润，异乎寻常的美味。蒸南风腊鸭，原汁原味，纯比较腊鸭的出品。蒸自制新小河鱼干，尺寸最佳，跟鱼的品种也有关系吧。蒸烟熏猪肝，这个菜我欣赏不来，没怎么夹。炒黄牛肉，肉筋相间，口感极好，主题是熟炒。盐菜盖蒸猪肉，猪肉烂糯香浓，盐菜很香很香。青椒炒毛豆，小炒驴肉，味道口感都好，咸鲜香辣，下饭利器。蒸拌芋头丝，第一次吃蒸芋丝，口感原来不错。萍乡小炒肉减辣椒粉版，很好吃的下饭菜，主人说现在不吃那么辣了。